开！接下去，叭叭叭叭叭，八铜塞点六，透哇！哎，这么多人挤在这里，就只有你一个人掉下去。不会是八铜六？又下去了！两次了，两次！太快回来，你太快回来，太快了，是不是？还没补完呢，回不来了。刚刚差不多四个人，我想说，哎，一起跳，就你，结果是我。一个掉下去了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！来，我们今天人比较少，都是杰克惹的祸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他把三个男生带走了，结果他们就一起都不玩了。罪孽的男人，罪孽的男人，他把三个男人都带走了，带走哇，直接带走三个人啊！那今天我们六个人就直接都来观众场哦，好的哟。好，那我先让观众进来，等一下再来说说今天特别一点哦。好，敬请期待。来，让观众来。不能多敲一个，很爱敲哎、欸。敲，敲，也要盖跑酷吗？会，我们几个呀？能盖吗？不知道，完了。我们小雨大大有什么好点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就是站在一个那个监视器的位置看大家盖的。末日打完了，我们的繁星大呢？等一下，有一点好点子没有？我都不盖这个的，我们都没有再盖。有好点子的都被杰克带走了、啊。这样子好了，放一个玻璃，跳不到啦，跳到吧，这个、来你跳。啊，可以的，哎，可以耶，三个可以。哎呦，不喜欢玻璃，玻璃难跳。我觉得玻璃好难跳，它就一片玻璃，然后前面放个冰砖，我好，会不会太过分？哇，那是手动的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我们不会红石，它不坏在哪？真的，对，不会红石，也不会紫地。听到皮的惨叫，羊羊的惨叫，手动机关，这好像不行。这应该四个一，这样要再一个吧？哎、欸、咻，还是高的也算了。我来试试看，看不行，要三格上去。可以、啊、可以，好可以吗？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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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这一定可以啊。哦，三格可以，让你踩呀，让你踩按钮。按钮才踩不到嘞！按钮可以踩吗？不行啊！它是空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为什么只打我的？跟你不好啊！哦，现在都这样啊，现在都这样，难过。哎、欸，如果这边放旋转跳，他们 会跳不过来啊？你跳得过去，他们就跳得过去啊！完了，我跳不过去。这个、不会吧？我不会旋转，蹭一下就过去了啊！你洗嘞？这个不用跳吧？我说如果这边放两个，然后让我们旋转跳过来，蹭一下，会很难。你盖跑酷前先想想你自己跑不跑得到好吗？也有人进来，真的自己跑得过，这跑酷才是成立的。试了很多次，发现可以，这不行吧？吗？旋转跳可以吧？是啊，一二三，哦，四个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来。我觉得我一定会四格的，如果是往上一格的不行。那不然就把这格换十方块啊！哦，好，这样可以。今天比较佛系一点。会演哦。他走的好辛苦哦。我就快跳过哎！我不会跑步。明天现场，而且龙米不是可以飞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刚想说我跳跳看，你从地下全部飞起来，太可爱了吧！直接死翘翘！哎呀，还没跳就摔落了，为什么感觉大家都不敢跳？看到玻璃，我是。心生畏惧，玻璃心碎碎。玻璃，呜呜，哇，这六六哎，他哇，好强哦！哇，哎、欸，两个过了，你俩就过来了。那两个直接用飞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是地掉去。
这好像霸凌现场哦，真的。还不是你们在霸凌人？任、欸，人家就怕被霸凌哦，评估好自己哦，国王。哎、欸，这个该不会是？嗯，反正有小小。我想多了。不是啊，声音啦。怎样？因为你的声音好像特别小，帮那这样子嘞？有好一点。好。干嘛？我要讲话，反应才变大、啊。哦、oh. oh. oh. 。没问题。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出吗？嗯，我给错吗 ？GIF、欸、怎么了？不是，还是现在没有？哎呀，今天会有状态了哦。状态？今天是怎样？啊、我在测试。有啊，为什么这指令没有？一圈，不会，可爱，不懂指令啊，妹子，一圈，啊，来看一下，妹子，我在哪？楼上，这个蓝，这个好可爱，哎呀，掉下去，他们俩高飞，哎，看不见了，妈的，哎，这个掉的好可爱，它现在会消，你快去摸它一把，嗯。你们状态有隐形吗？有隐形，有啊，那就是我触发，好吧？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得到而已。刚刚才隐形的哎、欸，可是小雨没有、欸，所以他可能要触发、嗯。小雨没有隐形哎、欸，小雨没有隐形。我看小贝他们也没隐形、啊。现在没有了、啊。现在又没有了。然后这边可能会清状态啊，我们等一下进去就会来启动了。哦，哇，这个是怎么了？是这个透明人王国之战。隐形战队，不要打我、啊，放还放开。没错，隐形战争，所有人会永久的隐形。哇哇，刺激！对，所以有一个技能就很重要了，发光技能就很重要了。天哪！嗯，没有发光技能，你是看不到人的。哎，爆冲加火焰很重要。烧好烧满。啊，永远启动哦，这样子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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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密集恐惧。这边等一下应该要打掉啊，进去应该还要重新设。嗯嗯。今天来参加那个王国之战，好多人啊！哇哇哇！我看不到啊！好聪明啊！今天就跟这些人一起玩游戏啊！到底都在哪里啊？人呢？都有多少件呢？人真的有，还会有时候一闪而过。啊，等一下就这样，先打掉，避免怪怪的。透明人世界，真恐怖。嗯，然后我们有两个小帮手，所以是八打八。为什么他们没有选蓝队啊？是被堵住吗？对啊，他们都还没选。哦、白痴哦，你这边这边放他妈怎么进去啦？进不去啊！对他们头会顶到进不去啊。小哥也没选。六七，看一下。嗯，他疑惑，好惨哦！来，但是他其实不是这一队的。帮你们铺路。他是哪一队的？队长不是都已经选我们红队了吗？可、啊、是我还没选，那想到怎么一直少一个人？到底是谁？是谁盖的？好可怜哦！太惨了吧！就只有一群会盖这个啊！水族箱哎，就是你装、啊。哇哇哇！你们空间，这只鱼好可爱哦，这只鱼。观赏中。啊，那隐形的王国之战，欸、你们要什么地图呢？隐形就不要太可怕了吧？就恐怖的哦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呀，恐怖哈！同队会看到一点点，而透明的。嘿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妹子，还没去。凡凡，你想要哪一张地图？嗯，自选队，妹子。不要，你会伤害我。小蓝选蓝队，你要平原还是要？是你走错边的，还是想游泳？蓝队，丢。我想睡觉。你想睡觉？好多鱼、哦。你想睡觉？那有床的。
好，有床的中间大陆，好，爽一下而已，可以爽一下，爽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在床上睡觉爽一下，我们去对面的床集合，嗯，睡对面的。哦，他们好可怜的感觉、啊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、喔。那重新加入。PVP 走出来了，鱼逃跑啦！哎、欸，鱼逃跑了，鱼逃跑了，哎、欸，水了，水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你看这边累个就打爆你，嗯，打爆一拳。这个游得很开心哎、欸，揍爆一拳。哎、欸，高兵说你们这个。啊。那就来啦，透明人的王国之战，中烟大陆7000分，怎么刺激点？来999，真幸福！哎呦，我是平民，哎呦，小帮手国王，哇！那我先去触发指令，好。OK， 哎，有触发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我先去弄吼，着急什么？先挖，先挖，先挖洞了。衣服，哇，期待！哇塞，小米这样挖，哇塞，你也这样挖？小米这样挖？不是，我就是要挖一条路，你把我下面的路要挖掉干嘛？你怎么可以挖挖凡凡下面？谁挖我下面？这边是几格高啊？这个地方挖45。永远启动，这样子有吗？有有有，人家隐形了是不是？有是的，嘴巴好有用哦。那我要先去反反那边，因为我刚刚用指令，我很辛苦。一堆，我什么都有了。机车啊，我还没看。你们这群透明人，人大家都是透明度的。我在机车啊，我在45。你讲出来了，好。反正他们看不到了、哦。对啊，可是他们看得到黄金。哎、欸，黄金！反反后面挖好多钱哦、啊。哦，反反后面啊，不能挖，在搞什么？我七块，我七块，我八块了。后面、啊，后面，隔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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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露米旁边，露米那边、欸，你怎么挖掉了露米？干嘛？露米，我先让他充钱哦。十块很重要。下一个人集，你们也要赶快下一个人集哦。好。好好好。不然他们等一下过来抢走。这个吗、啊？什么？来来，往上往上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停下来了？不要犹豫啊！有人说没声音啊，我想说怎么会没声音啊？哇，这一条真的好棒哦！哇、哦，这边超多黄金呢！来来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！金光！哇哇哇哇哇！你看你脚下。还有啊！哇、哦，那我忍不住了，全部抢走是不是？我吸到，避免被对面是您肥水不落什么？外阿华田，阿华田，阿华田，阿华田。你说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天哪！哇，这运气全部都来了哎，完蛋了！马上过去！哇，这个笑声。好慢的笑声！哇塞，真的好多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我国家盛产发大财呀、啊！哇，我国家发大财啦！发大财！哎呀，太棒了！发财呀！那你们那些女娃娃，哦，差100块，我们先一个奴隶。那我要生啥？生啥？生稿子啊！重进一下。你不生稿，你要生什么？重进一下云。我还剩多少？130元。我拿你怎么那么多钱啊？因为我挖。他你怎么去挖中间？谢谢你追我，谢谢。还要更多钱啊！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去中间干嘛啊？我去旁边就好了、啊。哦，我看到有坏人在我们家里面。你怎么看得到？你怎么看得到？还有那个看得到、啊，还有飘飘稿，飘飘稿，那个他在跑步啊，小心飘飘稿，还是反过来？我就光拿旗帜反而更危险呢、欸。国王你怎么想？对，真的，对、啊，国王就不拿。后面，可是装备还是要准备好。如果对方使用发光，嗯、那就不得了了。嗯，真的得了了。怎么看到那只稿子飘来飘去哦？好奇怪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
我还好啊，人家发光你就去死一下就没事了。是那个隐形才是永久的。哎，我要赚大钱，赚大钱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光，我把你埋起来了。傻眼！你怎么又挖开了？就是有坏人来啊，国王，你不要啊！国王，虽然你看不到，相信我们有坏人啊。他说时间又还没到，不要埋我。嗯，还要上去换装备。我们国王说明战斗国王了，超派那种。哎、欸，战斗国王不见了、欸。嘘、欸，达成成就。嘘。消失的国王。隐形的，对，隐形够久，可能跟他的心意一起隐形了。因为我看到隐形国王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你要说他有穿衣服。不小心就挖通了。不小心就挖通了呢。啊，哎，国王会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漂亮上衣？漂亮，漂亮小裤裤。漂亮小裤裤，你为什么要看他的漂亮小裤裤？你怪怪的。好看啊，好，好看啊！谁说的？不是我啊。而且国王为什么会问你说有没有看到他的漂亮小裤裤？你跟国王是什么关系？不管怎样都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感谢超级留言。那我挖小林脚下好了。不要挖我脚下。